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文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今晚同事聚会吃饭，准备过去一起帮忙做一点菜吧。Let's go。加油！加油！把它捞热一下就可以了吧，是不是？好像葱花几多？跟边口说，什么？哎呦，没人关。我关了呢。水果跟那个青菜是在一起的。鱼事先已经煎好了，现在把鱼放下去。没改那个嘛，鸡肉炸好了，准备吃饭。今晚的菜谱有点多，今晚好几样菜，牛腩还没上来呢。冒烟了，冒烟了。OK 啦。萝卜行不行啊？试一下就知道。那我给你搞起来了。没味吧？有没味？有了有了，该有的都有了。洗手。准备吃饭。